香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老师，新年快乐！你好，你好，今天感觉怎么样？不错。谢谢雷信大大老师们请我们吃饭，然后有一些你写的什么？我还没写，我马上就写。那你写好我写的游戏。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鳄鱼俄罗斯啊，新年快乐。那你有什么感受呢？我没什么感受的，我真的喜欢中国，还有中国人，对外国人非常好，非常好。哦，你喜欢他们，那你可以对他们就是新年快乐。不要说点人，说点关系。金娟啊，你在中国过来几年？兄弟你好，我不在场，为什么呢？有点无聊。为什么？每年你要写字，我觉得你要我花你小不多。你在中国已经过了三年还是四年？六年。那你有什么？感受可以说一下吗？我不想说。你在干啥呀？鲤鱼哥哥，你写好吗？这个是我写的诗。哦，好看，鲤鱼好看，你看，这好看，真的。不要夸他，不好看，不好看，真的，我喜欢看的好看，我喜欢看的看，不好看，不好看，好看吗？好看，好看。是什么？哦，幸福。
什么？啊，friend。Yeah. Oh, what have you written? Yeah. Oh, hebu nitumie Kiswahili. Hii umeandika. Umeandika nini? Mwaka mpya. Kwa hivyo mwaka mpya Kenya. Kwa hivyo Wachina unawatakia nini? Na kila la heri. Okay. Sawa sana. Furaha sana. Na furaha sana.是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小的。China. Mupia, new year. Mupia. Mwaka. Mwaka.